發現之後嘅時候咧，全香港啊，總之成交得最多嘅街，你唔好以為知道邊度，就係天水圍嘅呢一度啊，天水圍嘅呢個嘅進宏軒，全世界最好嘅發展商，係我即係過海富嘅公司啊。咁啊，講緊咧就係呢、這個。咁擰住面啦，因為我冇帶麥啊，冇咁多時間啦，趕住去無線錄影啦。咁啊，而家就喺天水圍呢度，咁啊之後要走過元朗。講緊呢個嘅車仔面，呢、這個車仔面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天水圍進宏軒88号啊，呢、這個地下 L 8號鋪，建築面積502尺，成交咗1000万，每間1000万啦，有2间鋪都成交咗。咁啊，銀河車仔面就萬講緊租金54000蚊，咁啊4.3厘，好喎、啊。咁嗰度嘅時候咧，就再行過些少。同呢一間嘅鋪就係呢一個嘅呢個誠興國寶集社嘅時候咧，就講緊建築面積461尺。咁就都係成交咗1000万嘅，成交咗1000万，嗰就 L11号铺。咁呢個位好靚啊，轉過嚟望望。呢度咧就向住呢個嘅輕鐵站，輕鐵站呢個天能輕鐵站啦。咁啊天能輕鐵站，我唔明住面講嘢，明住面講嘢你聽唔到嘛？咁啊向翻呢邊嘅時候都人來人往啊，由朝到晚人來人往啊。咁啊因為始終就雖然有少，我唔係住呢頭，但我成日都過嚟呢度。如果你想三部機咁留底嘅時候咧，可以參加每一季我哋有個集資嘅，就係、是、第三季，全部八曬噶啦，呢3至5嗰啲場啊，最後一場嘅時候咧限聚令啊，6个人。咁就你可以嚟聽嘅，揸住800万港幣流動資產以上嘅，就又係做短期持有一場啦，同埋 available 加開咗場，最後啦，之後我哋就 closing。咁啊呢個位嘅時候，我感覺 OK 嘅。要俾個分數，我覺得始終一個都6分位嚟，6分半。點解咧？1000万，平啊，穩定收租啊，大家盤面又寬。同埋咧，如果全香港咧，講個肺炎啦，之後成交咧最多就係呢條街，嗰度全部係連住幾間鋪。你睇翻之前啦，我冇咁多時間打啲記睇，2000几万、2000几万有啲嘅南河又好啊，幾多小食店啊，全部車快餐店啊，全部2300几万、2300几万、2600几万，全部都喺嗰度成交嘅。全香港最活躍嘅就係呢一條街噶啦。咁啊，算好啦，翻埋家。咁呢度你見到人來人往，之後輕鐵站，即係咁每日都好嘅時候，呢度都一定係人買貨啦，係咪？人喺度消費咯，成條街冇吉鋪㗎。又有糖水店啊，有菜檔啊，披薩啊，七仔餅啊，又有啲茶餐廳啊，乜都有啦，呢個好嘢嚟嘅。翻埋家，翻埋家。咁啊，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咁樣嗱，啲買貨嘅時候，歡迎我哋商務廳咁講。到時見你。